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土石流的影片，把我们刚才跟你讲的什么发生区、流动区啊，一些灾害啊，什么之类的跟你说一下。又为什么会发生土石流呢？形成土石流之基本要件，包括上游堆积丰富的要有土，适当的地形坡度，要会流，以及充分的水平条件，要会有水。 一整条件不稳定的山坡地，经由风化风险层大大小小的损坏，泥沙、土壤，或是由于山崩、地滑、雨落石，而在河谷或坡脚下堆积了大量的废弃物。这些丰富的土石材料因位处倾斜的山路斜坡上，加上豪雨所带来冲击的雨量，流水天气不良，于是石、雨水等因重力顺坡下滑。 于是就形成了破坏力永远不见的土石流了。当土石流发生的时候，溪谷中忽然有大量的土沙、石、砾岩块等夹杂于泥水中，令你排山倒海之势。还有那个土石流的灾害的样子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留下，且在流动之中，甚至可感觉到地面的震动。 同时，当这些土沙石块流动通过时，还会将溪床中许多大小石块或是大型障碍和一起冲下。而在流出谷口时，这些大量的土沙石块可吞噬构造物，冲走车辆，掩埋道路，房舍。 边缘等，最后，当这些土沙石块停止流动，则形成大半壁的冲积扇堆积在谷口。是啊，土石流这种规模模式对于发生区、流动区与堆积区内的各种设施、人民生命财产。 及生态环境都会造成直接破坏和伤害。OK，就是跟各位介绍土石流。那土石流第一个，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土石流的地方，台湾高温、炎热、潮湿，风化作用强烈，有很多的渣渣碎屑，然后又刮台风、下大雨。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土石流的地方，不过、啊、虽然这样讲，我小时候是没有听过土石流这个东西的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新闻媒体不够发达还是怎么样。大约从赫伯台风开始，大概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开始，土石流就变成一个台湾挥不去的梦魇。只要台风一来，就跟你警告，小心会发生。 土石流，小浪漫土石流，只是但是就天然条件而言，台湾本来就容易发生土石流，还有人的因素，不当的土地开发，还有利用。刚讲那个林肯大郡，还有像我们很多人种槟榔，把整个山坡整个全部树全部砍光，通通改种槟榔。可是槟榔是浅根植物，抓不住土。 所以很多人就会帮了啦。921之后，有一些民众就痛改前非，把槟榔树砍掉，恢复成原来的种粮的树木。好，因为槟榔抓不住土，会容易造成很多的伤害。还有别的啦，还有别的，什么高冷蔬菜也是一样，种那个在山上种高丽菜，然后觉得高丽菜比较甜，比较那个，但是它实际上都是水土保持不佳的状况。好，所以这叫做人为开发不当。 也造成我们会发生土石流，还有一个叫做921，我们觉得921之后把台湾摇松了，摇一摇说台湾摇松掉，所以呢，因为土石变得更加松，所以就觉得会更容易会发生土石流灾害，所以921之后，我们也觉得土石流伤害会更加严重，所以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台湾就一定要面对土石流的问题。 台风一来，就很担心会有发生土石流。
所以我们整个的做法还有人民的应对心态都要做一些调整，要反省，要检讨，看什么方法可以使它的灾害能够尽可能的降低。怎么做？这边有个所谓生态工法，生态工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去盖一个水泥的护栏啊，这样子看起来很丑，能够尽量跟自然环境能够结合，然后呢比较美观啊，怎么怎么一点。可是呢也有人聊过说这个东西不好，因为生态工法的确比较不够坚固，比较不坚固，有的地方今年做了大一来就全部冲掉，明年来重做一次，所以可能要看状况。不过政府是有在推，然后呢也跟你宣传哪些地方做得很漂亮很美好，景观很好啊，然后什么效果也不错啊，什么之类的。 OK， 生态工法，然后呢要你尽可能避开，这也是说这样说来也很难讲啊。我讲过了，小林村土石流灭村了，要搬，他们要搬吗？他不搬，不搬意思问题是他那边就会怎样，就是容易会发生土石流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至少有什么做预警嘛，做预警啊，做疏散避难嘛。虽然我们的农委会有做了土石流的预警措施，奥运措施。测谁？主要测谁？雨量，测雨量。雨量到一个程度，黄色警戒；到个程度，红色警戒。请你们那些有会发生土石流的地方，尽快怎样离开？啊，还是这句话。小林村听说到时候是有人警告过了，可是他没有动，他说什么又完蛋了。不管了，这是不是这样子也不知道，也难以追究了。但是重点就是，万一以后你住的地方是土石流的潜势区域，人家发布警报了，请你离开，拜托你不要再死守家园了，与家共存亡，死都不走啊，死都不走啊，该绕跑的就要绕跑，该疏散就要疏散 ，OK， 来防止无限灾害，就是这样啊。农委会有一个土石流的预警装置，监测谁？监测雨量。雨量到程度就可以发布警报，说会有土石流了。有土石流了，就是房子的状况。这个几个看很多遍，对不对？森林保育、水土保持啊，排水系统，你把这些事情做好，可以帮你解决好多问题哦。可以防山崩啊，可以防土石流啦，可以减少干旱的危险啊，可以避免洪水的灾害。所以这些东西，然后这些东西都很重要，然后不要只有考试会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对，要做好水土保持。但是呢，其他什么都不做，其他都不做，这是不只是考试用，不是知识用，是要在生活中实践用。你把这些事做好了，你就会减少很多天然灾害的危害，天然危害，所以很重要，森林保育。排水系统、水土保持，这个我们写了很多遍了。要请同学要知道这回事，然后以后长大了就把这些事情做好，做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我们会有的伤害。就是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土石流的部分。OK。